使徒行传第24章第16节，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尚存无亏的良心。牧师，咁其实听到关于你分享呢一个地上呢个得到呢个百倍祝福啊，甚至乎啲古文明啊，我哋可以去掌控啦、啊，都令翻我谂翻起咧，就系主耶稣问彼得去为到神为到天国，即系撇下所有一切啦、啊、房屋田地。咁其实我再谂起头先王牧师所分享咧，你每一次当你去为神作出呢个决定嘅时候，就好似彼得每一次问呢个问题，主耶稣嗰个回应一样，就系你每一次都系为到神嘅天国去做到最尽，甚至乎每一次都系撇下一切所有，都愿意作出呢个决定，即系可能系千年虫啦，可能系分享圣经嘅信息啦，可能系建殿啊、拆殿啊，又或者最明显就系分享香水疗法啦吓。咁其实真系见到就系每一次当你咁做嘅时候，神真系会有一个百倍嘅回报，但系每一次你咁做嘅时候，其实真系每一次都撇下所有一切去跟随神。是啊，因为我相信在你哋嚟讲最早见到啦，就是千年虫啦。真系当时所做嘅时候咧，随时真系冇晒一切噶嘛。因为第一嗰、那个系我哋教会第一次做，第二呢一、这个做法咧，如果以前辈们嚟睇咧，做喺其他教会嗰间教会冇咗噶啦，四分五裂噶啦，那个硬噶啦即系。个个可以话你作出咁大嘅错误啦，系咪？即系话换句话讲，你能够想象喺当时嚟讲就系、是，我点会问神使唔使咁啊？嗰种吓，即系我自己知咪算咯，系咪？即系使唔使成间教会去搞？因为在我嚟讲个幅度咧，我可以选择净系全职搞啫嘛，啊，即系净系教会自己内部为到我哋嘅系统去搞，咁冇人怪得我噶。但我号召全间教会为身边人去预备咧，就系、是、我所讲，使唔使咁啊？使搞到咁大幅度？呢啲吓单单搞到咁大嘅就冇咗间教会噶咯，即系嗰种级数，即系话唔系等我建立咗间大教会，但系间教会好似永远系喺咁多年当中系安稳喺我手，唔系噶，每一次游香水，大家亲眼见啊，即系每一次作出嘅决定咧，就好似我哋预备 Plan X 嘅时候，我哋讲2012信息，我哋冇谂到就2012仲喺度噶嘛，我哋之后冇噶，我哋当时2009年讲嘅时候冇谂到2011年我哋仲喺度噶，我哋冇谂到2012信息原来系嘥人信息。完全冇谂过噶，所以喺起步做嘅时候，其实我系其中一个要决定做嘅幅度其实系几大，系其实系几大。即系譬如举个例啦吓，千年虫又系啦，又譬如好似去马来西亚去分享巡回报道，我可以我一个去嘅啫嘛，有几多钱啫？一个去我自己 pay 晒，系咪先？但系神咁都要带晒成队 band 去又唔同噶啦嘛，系咪十几人去又唔同噶啦嘛？你知唔知道？即诸如此类，即系里面有个幅度，个幅度好多时神咧俾我感动嘅时候，我都会谂啊，即系啊，样都变埋啊，使唔使咁啊？咁就今次你又唔问得嘅，你又唔同神讲话，喂，咁做冇一间教会嘅咯，唔得嘅话，即系假嘅话，咁你咁讲不信啊？你系咪？咁你只系默默咁心里边谂，使唔使做咁大啊？啱啱正教会先去到咁 size， 或者有咁嘅经济，咁嘅 budget， 使唔使咁啊？嗰种啦，啊咁但系呢一个就系原来神最珍惜啦，神好鍾意咁样考验我哋啦。但系每一次而家你睇见，而家你就明白啦，点解神去咁表达佢嘅欣赏呢？系藉着共同信息嘅，因为里面有佢看为好矜贵嘅信心，一往无前嘅破釜沉舟，而系仲未停过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次比一次大，系咪真系嘅？未停过，唔会话越嚟越细啦咁样，唔会嘅，系一次比一次大。但相对呢亦是因为咁呢，就养咗一班我哋教嘅弟兄姊妹呢，真係个个都愿意付出。係呀，亦佢唔会觉得自己付出少少好伟大，佢哋唔会啦。係咪咁咪神欣赏囉。即係你諗下对比香港其他嗰啲人，其实係冇。佢哋真係冇好多度。都係自自私私过一生，虽然佢血统可能纯正係望族，咁有咩用呢？係咪在神眼中有咩用呢？即係呢个系今日先天俾你嘅，但你后天究竟喺你呢、这个人生当中，你成长到咩阶段呢？吓、啊，即系你掌管到咁大，但系你有冇咁伟大嘅性格去承担你自己嘅责任？咁所以变咗，你哋而家所见到，点解哇神不断好似将我哋做嘅任何嘢都好似神欣赏得好交关，同埋咧，你会睇到嘅明明就真系神将我哋教会凌驾于全世界其他教会之上，就因为根本我哋教会系唔单止我一个人愿意做，
当我真正愿意做作出决定的时候，我带领你们呢，你们一起愿意去成长，你一起去做，即是一起都不问回报底下去参与，一年接一年。你想想，哇，去到咁多年，直到2021信息先至印证喎，你想想几珍贵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咁多年。《使徒行传》第24章第16节，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尚存无愧的良心。全力快跑，天国路程，忠心委身愿决定，认定路向跟主引领，背着使命尽力行义，心里尚复兴，朝天国更全力拼，要发亮又像光辉晨星。我愿跟主脚中忠心与坚定，虔诚持续行义，心中奋兴。不管这路径崎岖总不平，哪惧迷路走险境，或许要踏上峻岭，要逗留在逆境，心欢欣充满歌声。不管有暴雨天分不光明，纵使月与星不照应，仍未有拦着我走天国路程。我要立志行义，心确定。